清军已经进来十多万了。什么？嘿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老队长，别动！快点！你是哪位啊？ 说，他是谁？他是洪承畴，洪大帅。洪大人，久仰了。请吧，走走走走。所以，皇上，臣想此事咱们……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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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怎么了？ 禀皇上，朝廷又奸臣与清廷私自媾和。谁？就是他。皇上屡下言旨，大明与皇太极势不两立，谁敢言和，他就该以叛逆罪论处。杨嗣昌竟敢私通皇太极，奴颜卑膝向清廷乞降。爱卿们放心，这没有朕的旨意，这杨嗣昌绝不会做这种事的。皇上，杨嗣昌他做了。 他派宋喜到盛京私会皇太极，臣还听说，为了乞和，他把锦州以外的土地全都拱手相让了。真的是你吗？他欺君被主，罪该万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们先退下。皇上不好了，皇上。
嚷什么嚷什么？慢慢说。锦州失陷了。胡说！刚刚密报，皇太极御驾亲征，12万清兵，半个时辰，锦州就被攻陷了。洪承畴15万精兵，大部分被歼。皇上，洪承畴也被俘了。皇大人，哎呀！洪承畴被俘了。洪承畴，洪疯子也能被俘？你不是说皇太极同意苟合吗？为何在苟合期间偷袭锦州？你说，你给我倒是说呀！你，臣万死之罪，万死之罪呀、啊！你过来拉出去！哎呦，叛逆！大奸贼！叛逆！大奸贼！叛逆！大奸贼！大奸贼！洪先生受惊了，阁下是大清皇帝皇太极。哎，先生有脚伤就不必下马了。陛下，朕来为你执缰，你就坐在马上吧。哎，陛下，您不要失恩了，败军之将只求速死，我不会投降的。朕知道。朕不会勉强你啊。那您为什么还要这样呢？朕敬佩你啊，在驰援锦州的时候，你一夜之间就击溃了我大清正白正红两骑兵马。您呢，一方面在议和，另一方面却在3个时辰内攻陷了锦州。朕也是跟你学的嘛，跟你们汉人学的。朕能得到洪先生，那真比得到10个荆州城都高兴啊。从这一刻起，洪承畴开始确信明王朝的灭亡无可挽回，清朝的崛起也无可阻挡。这座永福宫就是洪先生下榻的地方，当然比不上你们大明宫了啊！败军之将岂敢玷污了宫寝？陛下还是把我扔进大牢吧。牢狱里冷啊，滴水成冰。洪先生是南国人，肯定不适应北方这个气候。明天就要立冬了，再有几日，你就能看见冰天雪地，雪沫过膝呀。陛下，请赐我一死吧。哎，洪先生，这永福宫是娘娘的宫殿，比朕的寝宫都暖和啊。你且住一住。嗯，陛下，您这里再暖和，在下的心里也是一片寒冰，请您不要法外施恩，这没有用的。孔夫子不是说吗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这。洪先生，还满意吧？
这些书。啊，这些书嘛，不是为你准备的，他们原先就在这儿。那这些书都是皇上读过的吗？朕不行，朕连汉字都写不顺畅。这永福宫是庄妃的寝宫，他听说洪先生来了，非要把这寝宫让给先生住，这就依了他，盛情难却呀。那这些书，这都是他平时读的。来来，喜欢这些诗文经典集的人，即使在关内，即使是书香门第的女子，也很少有人敢读它。啊，真的吗？这庄妃平时跟朕吹嘘说，她是锦绣肚肠，满腹华章。朕还不信。喜欢读这些经典的人，令人可喜可敬啊。啊，难怪庄妃非要把自己的寝宫让给洪先生住。朕明白了，范仁宽不在了，他是要再绑一位先生来啊。这么着吧，洪先生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在这儿读读书写写字啊。庄妃学汉学肯定有很多糊涂的地方，还要烦请你多多指点。皇上、啊、皇上，这是朕的爱妃博尔济伊特布姆布泰。学生拜见老师。罪臣拜见贵妃娘娘。哦，您坐吧。哦，罪臣失礼了。洪先生，学生给你沏点茶喝吧。洪先生，你想喝什么茶呀？这有黄山的毛尖，还有、啊、还有茉莉花茶，还有福建的铁观音呢。学生啊，给您沏一道功夫茶吧。多谢娘娘，还是听从陛下的意志吧。皇上他懂什么呀？他只知道把茶叶放在奶里煮，那叫什么呀？暴殄天物。您来了呀，终于有会品茶的人了。爱妃说的对，说的对呀、啊。朕要入住中原，只怕要从学会品茶开始啊。洪先生，朕还有点事情，就不奉陪了，你们师生二人就喝茶聊天啊，告辞，不必多礼。爱妃啊，洪老师可是你的老师、啊、要好生招待。你放心吧，皇上。皇上，一个败兵之将倒享受起亲王的待遇来了。皇阿玛，我就不明白你干嘛对他费那么多心思，没有他洪承畴，我们一样能破关南下入住中原呢。范先生生前说过，大明再弱也是疆域万里，人丁上千万，大清再强到现在也不过十几年，人口也不过几百万嘛。你们想一想，入关之后如果上千万人都起来反抗我们，那我们就如同进入一个茫茫黑夜，随时都会有灭顶之灾。就算如此，儿臣还是不相信一个洪承畴能管什么用。洪承畴如果能够归顺，那就是我大清南下的一盏灯，朕可以用它引路，避免各种各样的危险。不瞒你们说呀，有些危险朕现在根本想不到，只有大难临头才能知道。这个洪承畴啊，本事比范仁宽大多了，朕情愿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收服他。儿臣明白了。皇上，有件事臣弟可能多虑了。什么事啊？臣不知道这件事当讲不当讲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吞吞吐吐的说。这您看啊，这洪承畴孤身一人，庄妃呢也是孤身一人。洪承畴满腹经纶，而庄妃才貌双绝，你让这么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宫殿里，我怕这要是日久生情的话。行啊，你
这脑袋瓜子里都想些什么呀？朕告诉你，他们两个就没这个心思，也没这个胆。皇上圣明，汉人的伦理道德比咱满人讲究多了，越是读书识字的人，在男女方面就越是有所顾忌，不像咱们有些人三碗酒灌下去，哼，什么缺德事儿都敢干。禀皇上，关内传来消息，李自成带领50万大军连攻数省，突破中原，现在已经到了河南境内。都到了河南了，好一个李闯王，竟然发展得这么快。是，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草民了。李自成组建了马步三军，下一步就是攻打河南洛阳。告诉关内的人，密切注意李自成进军的消息，每隔10天向朕禀报一次。说。抽空了似的。皇上，要不要请个太医来看看？哎，不用了。可能是刚才听到李自成进军的消息，朕急了一下。皇阿玛，您跟李自成急什么呀？真是担心呐。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没准是他李自成和咱大清争天下。崇祯14年，李自成攻陷古都洛阳。同年，张献忠破重镇襄阳。崇祯16年，李自成重创明军精锐，破潼关，所到之处提倡均田免粮，厉行平买平卖，散财赈灾，发粟赈饥，于是民心尽归，各地百姓焚香拜迎，举义投奔李闯王旗下。随后亲率80万大军北上，直逼北京城。辰时出客，皇上发布第3次罪己诏，祭拜天地，安抚民心，现周知天下臣民人等。皇帝诏曰：年来闯贼荼毒河山，祸乱百姓，清军屡屡入关侵扰，越演越甚，各省灾情并起，致使无数饥民背井离乡。朕每念至此，俱是肝胆欲碎，痛不可当。
败，草民风起，皆是朕之过。朕德不足以邀天眷，恩不足以安民心。剿灭南幽北患，平定朝野内外，以赎罪责。钦此。吴三桂啊，大明王朝已经到了开国200年来最危险的时候，朕思来想去，只能连夜召你来赐见了。皇上，末将身在宁远，心系皇宫，无论皇上有何旨意，末将都万死不辞。朕的罪己诏你都听到了吧？末将进城的时候听到了。那是朕亲手拟的，朕在写那道诏书的时候心里在流血呀，你知道吗？前天皇太极竟然给朕发来了一道诏书，命令朕率领满朝大臣和京城居民归降大清。你看看吧。可恨，实在是可恨。还有更可恨的，那个李自成竟然也给朕发来了一道诏书，命令朕率满朝大臣和满城居民归降大顺。什么？李自成说，如果朕降了，他可以赏朕一口饭吃，一座房子，还格外恩准朕保留一后一妃。草寇！末将定把他们碎尸万段。你现在知道了吗？朕在那些敌人眼里成了什么人了？堂堂大明江山，冒出个大清不说，这又冒出个大顺来。在他们眼里，大明的江山简直就是一抔粪土，朕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啊。皇上，有我吴三桂在，有关宁铁骑在，清军休想入关，闯军休想进城。朕今天把你叫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大明的安危全靠你了。朕把山海关以外的防线全部交给你，你千千万万不能辜负朕。皇上请看，关宁铁骑天下。定了呀！关宁铁骑，天下无敌。朕真想重赏你们，真想。可现在，朕没有银子了，但朕会给你们一人一道铁卷丹书，上面记载着圣旨。退敌之后，你们就是朕的恩人。朕会
报答你们的，朕的子孙后世也会报答你们的呀。是，我呀，我就是一不小心累着了，歇几天就好了，没事。三桂啊，皇上召见你了吧？是，皇上把上海关外的所有兵马都交给我了。好，有你的关宁铁骑在，他皇太极就进不了关。公公，您怎么这么乐观呢？关外虽然有三桂挡着，可关内谁挡李自成啊？哎，有啊，有啊。皇上已经任命兵部尚书李建泰为征剿大将军，统领各省官军南下征讨。这样一来呢，北有吴三桂，南有李建泰，非但京城无忧，连我大明失去的江山也相继会被收复啊。公公啊，可您这一病朝廷就塌了半边天呢。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哎，歇两天就好了，没事，老夫这身子健，有病没病都死不了，死不了的呀。哎，公公，您看您还说。老夫一瞧见你们两个呀，心里头就高兴。老夫晚年最美的一件事啊，就是看见你们俩终于成了一对恩爱夫妻。公公，我俩能有今天，那都是您成全的。哎，三桂，这回在京城能多待些天吧？哎呦，不行啊，我明天一早啊就得返回山海关了。哎，哎，既然如此，你们还在我这待着干嘛呀？赶快回自个儿府上去，有道是良宵一刻值千金呢。啊，公公，您看您说的。哎呦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快走回去吧，要不然老夫于心何安呢？等以后，以后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等退了敌，你们再来瞧老夫。走吧。啊，那好，走，公公，走啊，你先歇着，我们以后再来看您。公公，您多保重。好，走吧。哎，走。哎，三桂，圆圆啊，公公，公公，啊，没事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走。害怕。怎么了？近日来王公公天天悲伤，有时候甚至偷偷的哭，可是今天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呢？你看。我看他是装的，装给我们看的。可为什么呀？不好，他会寻死，他会自尽的。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啊。
三桂，你想想王公公刚才说话时的表情，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你再想想他穿的衣服，一身黑绸，两根红带，那可是身老衣呀、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公公那么穿过。对呀、啊，是有点怪呀、啊。把吉祥酒端过来吧。蒙圈，哎，怎么了？老爷子他要了断自己啊！老夫的心都死了，我要那副臭皮囊干什么用啊？王公公，老爷子，袁大帅不在了，洪大帅也不在了，末将就剩下您这个靠山了，朝廷就您这么个主心骨了。王公公，您千万不能死啊！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了，我算个干什么的呀？啊！我不过就是个奴才。那天早上一睁开眼睛，我就惦着咱皇上，惦着朝廷，惦着数不清办不完的差事，惦着里里外外的恩恩怨怨。可谁惦记我呀？谁惦记我呀？王公公，你不该，王公公，你不该拦我，公公，你不该拦我呀！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您千万不能死啊！您要是死，咱们跟您一起死啊，公公！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天天守着您，我天天守着您，盯着您，伺候您，公公。你们不知道，公公实在是太累了，我都累了一辈子了，我只想歇歇，歇歇，我歇歇还不行吗？公公，求您了。公公。哎，求您了。好了，我答应你们，我再苟活几日。公公，您真的不死了？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接着苟延残喘。公公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小的们，老爷子回心转意了。着蓟辽将军吴三桂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蓟辽将军吴三桂升太子太保，加武英殿学士，赏蟒袍玉带，着其速速归守边关，尽忠报效，钦此。末将领旨谢恩。哎呀，吴将军，快快请起。哎呀，小的给吴将军贺喜了，真是天恩浩荡啊！是是是。哎呀，这么多年来，还没有人得到过这么大的尊荣啊！哎呦，董四啊，多谢了啊！哎，王公公最近好些了吗？
王公公呀，您瞧，他亲自给您贺喜来了。啊，哎呦，哎呀，公公，哎呀，王公公，您不在府上歇着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既然没死成，就还得动弹呢。啊，公公特意为吴少保送行来了。人都在吧？哦，在，家父跟远远都在。好，公公今儿嘴馋，想跟令尊大人喝一盅，解解寂寞。好，好，好，家父啊，一直盼着您呢。来，公公请。来，公公。吴老兄，你说咱们这辈子人真是够倒霉的了啊！拿老夫来说吧，从小就当奴才，你说到老了，嗯，也没碰上个太平盛世。来，公公，王公公，三桂还得托您多照顾啊。哎，此言差矣。吴老兄，你把这话说反了呀。眼下是大明朝在托吴少保照应啊，他那只关宁铁骑可是我大明最后的依靠啊。哎，公公言重了。三桂，嗯，皇上对你恩重如山呢，你万万不能辜负皇恩呐。爹，您放心吧，孩儿铭记在心呢。嗯，三桂啊，既然令尊提到了皇恩，嗯，那老夫就再说两句，你琢磨琢磨。嗯，早先呢，皇上对袁崇焕恩重如山，结果袁崇焕落了个千刀万剐呀。后来皇上对洪承畴恩重如山，结果洪承畴兵败被擒。现在皇上对你又恩重如山，你会不会重蹈他们二位的覆辙呀？王公公，我必定汲取他们的教训，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敢问吴少保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呢？他们的教训是孤高自负，藐视圣上，以救世主自居，最终是一败涂地。错了，大错而特错了。王公公，那您说是什么呀？他们最大的教训，唯一的教训，他们压根儿不该生在崇祯朝啊。公公，公公您喝醉了。没错，公公醉了。其实公公早就醉了，白天醉生梦死，夜里醉死梦生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今儿个公公就把这个醉话说他个底儿朝天。只可惜啊，袁崇焕、洪承畴都是干才，当世干才，他们都有才干，两人都有建功立业之抱负。如果他们生在洪武朝、永乐朝，他们都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。
只可惜啊，他们生在了大明末世，眼下山河破碎，风雨飘摇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啊！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咱大明了呀。其实不光是他们生错了时候，咱皇上更是生错了时候。咱皇上可是大明开国以来难得的勤奋之君呐、啊！皇上天天想着国事，时时惦着忠心啊！皇上恨不得挖下身上的肉来补在咱大明的身上，可是有什么用啊？没用啊！几朝几代的弊病全都攒在崇祯一朝了，几朝几代的罪过全都堆在咱皇上身上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？他有什么办法啊？如今天意已去，咱皇上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。我醉了，大明醉了，大千世界都醉了，简直是罪不可当。公公，别睡。